我先回收一下你们的牌子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在里面不会查，不好意思啊。Hello。Hello。我来不及换古装了，起得晚了。他们把这个地方全部改成跟《天龙八部》相关的。我起来晚了，我要上船吗？要，等会儿要上。这船不能翻了，我有点害怕呢。行。等会儿看吧，如果不够可以再要。行。我起来晚了，我睡了13个点，迟到了，然后来不及换衣服了，人家说你快来吧，别逼着了，还换什么衣服啊？别老说迟到，我更不可能来。你再换衣服，我们活动结束了个屁！晒，这边太阳是真足。真的是，我都没抹防晒。那些主播换了古装了，你看一眼，我给你看古装是咋样的，就这样的。他们这古装都挺土。没换就没换，我没换还显得特殊点。换了感觉更像游客。我是不是得来啊？我是不是要上船啊？好，我要上船。这下是啊，这边有一个这个。这位是，那几位是不是？我上来了。啊，艾克。来，帅哥。好。我上船了，我上船了。除了我以外，其他人好像都是这个《天龙八部》手游的土豪，就是不能叫土豪，就是消费比较高的这种大哥大姐，比较顶的大哥大姐。我这船是工作人员船，全是工作人员，不行，我这船不顶，够不着。这个是古风歌手黑塔，你可以说一下，正在唱的这个，这是人现场唱的吗？现场唱的。哦。古风歌手黑塔。我们现在听的这个 BGM 是一个。古风歌手现场唱的叫什么？歌不知道。人叫黑塔。人叫黑塔，黑塔你们认识吗？哎，他们都认识我。是很有名的一个人。很有名的古风歌手吗？他们叫塔姐。塔姐。对，就是这个黑塔。哦，他在这儿呢。他在桥上唱的，你们能看见吗？我这个放大不了，白穿个白裙往下走，这就是那个塔姐。我一会儿可以去找他。什么？我可以找他吗？他等我可以去找他。谢谢栗子味的茶。这么有名吗？赤莲是什么呀？赤莲是他刚才那首歌吗？哦，他连歌都不知道。不知道。
你们一天天涉猎的挺火吧？啥你们都看。你跟他换个位置，你这样他的视野能挪吗？我对我他可以换个位置吗？换个位置可以吗？哎呦！这俩小姐姐是干啥的？这俩乔什么？啊，他们就是 coser。会有剧情吗？他如果过去会。你说话怎么东北味那么重呢？我就是东北人啊。你是哪儿的？陕西。太阳。没有，我边上有工作人员小姐姐，我感觉她说话东北味太重了。吐槽了一下。没涂防晒，哎呦我去。起了，哦，前面上面是有剧情的，我才看明白。现在过去了，过去的是谁呀、啊？底下的是谁？段誉吗？这有一个小帅哥，是吗？是吧？我就感觉应该是段誉吗？那是谁？帅哥在哪？帅哥往前走的，但我这个是不是有点远呢？你们能看见吗？在这儿，这儿有个帅哥。他们在这儿演戏呢。好火吧，看我吧，你们看不清他就看我吧。谢谢万万的虎牙一号，没涂防晒，今天完了，今天这波至少黑八度。昨天培培说，小熊你明天上船，然后我明天。在船底下跟着你的，我还想，那在上船你还能跟得住我？我现在一想，真能跟得住。我这个船还没有爬得快呢。这他妈这，我不好意思，万一喊错了，你说我就喊阿朱，然后一回头，不是，我是王语嫣。撞船了，完了，撞船了，拍不到，太远了，不行，我刚才尝试了，不行，过去再拍。今天必晒黑了，不用想了，这边太阳太足了。现在又有一个小哥哥开始唱了，谢谢为了来看刘晓松这么满，伤都应该不伤，这么挡一挡。前面有古风歌手唱歌的，今天这些所有的这些在上传的这些都是王者荣耀的赞，就是。花销很大的玩家，对，就上千万的大孩，多少？上千万的，玩游戏花了上千万，对，大孩玩家。哎，他们平常看狼人杀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想不想开个皇帝？哎呀哈，我不好意思。咱们就是表演，还有点效果。谢谢谢谢。还有，还有他也带我。云南大理，你看整个这个环境，哎，我也很。
但那无人机应该不是拍我的，我看这摄像头是对着歌手。他叫烈天，好像是我观众说的，是烈天吗？这个水都到不了我膝盖，都到不了我腰，我还游过去，我们走过去，趟过去，真有意思。我不至于游过去，这还没东北洗浴中心南池水深呢。我跳的那不行，我冷。是。应该是好了，小哥哥应该是唱完了。这有新的人要表演了吗？谢谢小哥哥，给你看看后面，全是大啊，牛逼吧？两个 NPC 在演。我本来是需要换的，但我现在一看我没换也挺好，他们所有人都换符号，就我没换，这不显明点我特殊吗？不行，我本来想用海去，哎，拿这扎可真好，我也想进去这种天伦八部手游的活动，付钱呢。我喊去拉沙，正好玩是不是砸场了？不爽的吧？行，你刚才真想看我鼓闹，以后找一身我穿上岸的，我现在穿上的没有。这家你找这种案，行吧？我这边上岸的，上岸我只要给我找一身。讲道理啊，这活动是真挺干的，挺大。他们相当于包了一个，他们包了一个这种旅游的园区，然后全改造成跟天龙八部相关的环境。然后就一次性招待好多人。怪不得花这么多钱请我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过去了？我看见他在后面。这边现在十七八度，王晨旭多热呀！喂，听不清我说话吗？你们听不清我说话吗？那我大点声说话，尽量大点声说，这样就能好点了吧。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他们老让我跟人家小姐姐打招呼 ，hello， 哎呀，别打招呼，我给你们看看他们，他俩也不看我，他俩在那演戏也不看我。
这船得划十年。一会儿咱们是不是要看一个表演呀、啊？音乐会，音乐会吗？还有吉他。哦，就是请他们唱歌呗。好，咱们一会儿会有一个音乐会，让这个没图的们老一会儿让王同学给我拿一下。谢谢可可，是这就干，这边太干燥了。我操！看前面那个塔了吗？前面这个塔下面应该是有舞蹈表演，咱们现在在往那边靠近。啊？乔峰啊？乔峰。乔峰和阿祖，哎，你们，用我给你们普及一下《天龙八部》的这个剧情不？我怕我突然之间提到乔峰和阿祖，你们都不知道他俩是谁，知不知道契丹人？不用吧。这是。他要是掉下去，我今天录屏就有内容了。他要今天掉下去了，我兴许还能剪出来个抖音的。没事，这个水也不深。我能问哥们儿你扮演的是谁吗？哥们儿你是谁呀？啊？你路人你穿这么帅干啥？我还以为你是哪个大侠呢。你好大侠。我没想到他是路人。啊，这边还演呢。他俩这是演，他俩这不在唠嗑呢吗？我太坏了。水是特别清，水特别清，一眼见底，而且不反光。不行，还是给你们看这边的。看我，这么看我。找一个，哎呦，黄色。黄色。妈，乔峰还搂上了，这长得来 cosplay 一下还搞上对象呢，没戴帽子，出门忘戴帽子。我搁大理，现在大理参加这个《天龙八部》手游的一个活动，线下活动。确实有个小姐姐长得还行的，这小姐姐平常玩玩斗地主。我不认识斗地主板块的大咖，但是玩斗地主是你们认识的。我也想要一个。他们这个草帽，你本来应该还有一套衣服的，是吗？啊，你玩天龙八部没看见过我吗？啊，人家也是工作人员。啊，你也是工作人员，那咱俩说啥？还以为你是那个啥那大。我想跟他说我是《天龙八部》里的 NPC。怎么呢？各位侠士，欢迎您来到《天龙八部》手游幻境音乐会，请您于船上休息，尽情感受。
话里，这真是感受到《天龙八部》手游是真有钱。这相当于是纯是为了招待这些游戏里，他们在这 so rich， 太 rich 了他们。这一船一船的全都是年消费几百万上千万的，你们得看，这有多少个金块在这坐着呢？别看表面上平平无奇的，这一船皇帝一船皇帝。对，上面摆一船，坐在那儿。小伙在这偷懒呢。人家的身上就是那样潇洒。啊，定位就是这么潇洒，是吧？你们这些人，你们不在这看我，你们在哪看别人？这是一船哪一船一船？一船二船。啊！欢迎进入万里天龙，风起苍山，天龙八部首播换季。这怎么还上我们船一个呢？啊！请欣赏第一幕，天龙之梦。三国的吗？咱都连一起。解锁连环是吗？然后一把电，我看不清你啊，我看不清你。我怎么不坐第一排？那第一排那都是超过。过去，到这边去。我就是个工作人员。我现在中间好吧，我现在中间。消费过千万的。他穿单了，我不配。说实话，我感觉你们也看不清。我现在想看清楚，我必须得绕到前面去。哎呀，蓝山挺好玩。感谢雪炫脑洞的话，咱们表演吧。我靠，他们整了一个正经的交响乐团，你看清吗？就是什么小提琴、大提琴，这个什么，就是整了个正经的乐队。后面大哥怎么了？还举着那个？白船的金块不变现，你们能送我啥吗？这不是那个，就 TVB 对，就是那部里面的那个主题曲，还那个也是《天龙八部》手游的那个地方，是吗？这边网名特别好，这边网名特别好。爸爸，你说什么？虎牙平台的，你是这个手游的玩家吗？啊，对，我是猪猪，我叫刘小怂，刘小怂。哎，大哥平常看虎牙直播吗？微信有直播吗？微信有直播吗？微信有直播。我可以为了你去你那边看一个。但我还没去呢，我是斗地主，你们怎么斗地主啊，大哥？这斗地主，笑啥呀？你笑啥呀？大哥，人看微信直播的。我怕说玩儿那个不一定值吧。
那个都有，但我不是那里的，我就是虎牙。你可以下载个虎牙 APP。猎天，天龙八部之轮回。猎天，猎天要来唱歌了。哎，你们别老笑了，把我笑的都不好意思了。别老笑了，有点害羞了。热死了！我想问一下，我们那边会有雾，不会就是在这个船上看一个点吧？我都快成牛肉干儿烤的，这挺晒呀、啊！我想找那大姐去喊。啊！7954144虎牙直播。他们主动找我，那我肯定得告诉他。欢迎你们，是不是都在欢迎大哥？欢迎你来我这里，大哥大哥欢迎你，等风等雨等着你。大哥不用表示，是不是大哥没注册虎牙账号啊？这价也高啊！啊？能值这么高？要不然能花钱请我来吗？我挺贵的那都。花钱请来的。啊。我挺贵。大哥点个关注行不行？点个关注呗，来我这边点个订阅呗，点个订阅行吗？啊，那太可以露个脸了，这都是天龙八部的大哥们，大哥主动想露个脸，是能给点个关注。别看人，别看人呢。全是大哥，那么有劲，哎呀！来这边看节目来了。好清晰啊！好清晰。嗯。今天天气特别好啊。我戴着耳机啊，直播间这个场面不能全是。哦，你看，猎天在船上唱的。我不好意思跟大哥。我这脑袋不早有防备的吗？对，这个是猎天，一会儿是飞彩。咱们现在人气180万，180万是高吗？我平常直播不都这个人气吗？我前天播不咱们都350万人气吧？现在我是不是挺膨胀的？刘志祥直播不都200万人气？今天主要是考研吧，没租房贷，这点说话人算比较少，这个点真的人比较少。陪陪，你租房贷的吗？你没租房贷啊？你一个坐出租车都得出头的女人，你告诉我你今天没租房贷，我信吗？我要晒碎了。
看你要这样写，那你就满头脏气，真的就当人体防范了。超级帅！下面请欣赏，我得给人鼓掌。中苍山无念，太帅了，又帅又感。今天真的有点晕，而且我这个屏幕为什么变暗了呢？是我要没电了吗？我怎么看不到？不知道我为什么屏幕变暗了。戴耳机合计听得清楚点。自从手机晒坏了。现在是移动，你们认识吗？移动？哦，是一个漂亮小姐姐。为啥不戴帽子？我没想到我是在户外待着。他们跟我说有一个音乐会，我以为是有一个音乐厅，然后这个音乐厅里面听音乐会，没想到是坐在床上听音乐会。李东现在站在鼓后面唱歌。放大表，你们我。哎，怎么放大？哎呦，能看见移动吗？回头这船应该走了。我现在好奇我在玩呢。晒冒汗了呗，好了吗？现在我晒冒汗了，今天主持人挺顶啊。现场唱的，这怎么还有质疑呢？非得人家你都突然说一句观众朋友们我爱你，你才能信他是真唱吗？特别晒的天最蠢的事儿应该是什么呢？就是穿黑色的衣服裤子。太吸热了。呱唧呱唧，呱唧呱唧呱唧。我这个手机可能晒得过热，现在都灭了。这个是谁啊？问世间痴情，唯女子当。我现在脑子顶上是一个救生衣，培培给我打了个救生衣。
自己这么举。下面请欣赏萧逸琴苍山。我这边不动弹了，你那边动吗？在我这看，零，不动。放松。